吃到剩了，你才知道要给我。你都吃到剩了，你才知道要给我。对啊，只有这种心情。所以我觉得这样，蠢的都好玩哦。不要了。然后下一段不要留守啊。就已经排了，或者我一定要留守，我才可以九号就退伍到九号就放假到退伍，九号就放假。没有，我是十四号退，可是我做的。你有假？你有没有当兵？没有啦，还好。我这里没有。只有礼拜三就排啦，礼拜三休息就可以吗？我还要休息吗？我八号就还没有说很熟练的。我帮你多练，可是我下个月的我再跟你告诉你。没有这样，少华跟雨辰都不这样啊。对，还好。对，我八号回高雄，这样。五成，八号八角。对啊，我这一半有事情哦。礼拜六回来，或礼拜六回来。没有，我最稳是九号放，但我觉得我还会再提早几天放。你那个，九号你正更新的时候，下班。因为明天不在啊。对。我礼拜我这边要不会。不会啊。台南，这里最台南的。台南对啊，台南。找到刷区啊，上海。可以约有时间。开车约下回啊。不然不然。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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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的朋友会很干，干嘛不丢？干嘛不丢？